东南卫视每周一晚21:10首播，每周六晚21:42海峡卫视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一晚21:10会员尊享正片，每周一中午12点会员尊享你最好事，每周二中午12点会员尊享加更版。不要慢了，不要情歌，不要达尔文。当然。啊，好痛啊，嗓子好痛，我连呼吸都在痛。昨天就不应该吃这么辣。嗯。吃什么辣？没听说会呼吸的痛吗？我别说这种烂梗了。因为大家宣传海报完成的很好，平台就特意把小芒拉过来给大家提供赞助。什么东西？小芒，我们有赞助了。赞助。行吧，咱们还是得稍微梳理一下，一会儿咱们到那边去要主要跟人家聊什么。先看他们有什么能给到我们什么，然后他们能给到我们的什么，我就再往上加。我们谈一个亿怎么样？你有信心吗？当然。嘿嘿嘿。那这样吧，咱们每个人就是负责一个东西，到时候咱们打配合。先从弟弟开始，弟弟就是负责就是冷脸，就是给人一种压迫感。冷脸。弟弟主要就是满脸写着不行。就他只要说什么你就摇头。而且要发出一些语气词，就比如说，唉。但也别太过分啊，弟弟，咱这主打的一个别太过分。仔仔呢？就是那种是可是我们。就这种，就是有感觉有难处这种感觉。我就是难处，有难处。对对对，好。沈月呢？我就负责。这样吧，他很适合合适。行，你负责给我打配合。大家都各退一步。行。这样吧，你给我们5000万就行了。从1亿变到5000万。可以。你要是太过激了，我就拦着你说，哥，你别这样。你就说哥，你别这样。虽然我们确实也很不容易，也很努力了，但是，唉，行吗？行。好吧 ，OK。我们就真的要把自己当成什么？诸葛亮唱一出《空城计》，给他们画饼吗？我们城里有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们有饼，只是现在正在轰着呢。都不如打一下。我准备送他一个礼物，咱们先礼后兵。为了方便我们打配合，我们要想就是那种暗号。一旦就是觉得说这个事儿都不行，就嘿嘿吧。可以。好像现在正在录姐姐。姐姐。是不是还得录一个那种出场？姐姐来了。哎，等回头我们拍一个就是姐姐下车的那个感觉怎么样？就是那种就是先拍脚然后整个人大的那种，行吗？就跟你当初上课拍的那个。可以。搞一个那个。哎，弟弟打样，弟弟你从这边上，你先从这上来，然后你要先放脚。哎呦，不是哥，快，哥蒙了给我。哎，这一趴不算。就是那种就姐姐那个先露脚，然后她会然后走，沿着这条黑线这么走过去，嗯，好不好？来，弟弟打个样，来，3、2、1，走。
好，落地，往前走，我是你 PD 哦，现在。跟镜头互动，打招呼。跟这面镜头互动，跟这面镜头互动。哎，对。下一位，仔仔，去吧。脚啊，先脚下，先一只脚，一只脚侧。好，他没拍到，没事。再下一遍。手别背后，手别背后，热情一点，热情一点，跳起来，蹦蹦跳跳，青春，呜呜，呜呼，好，很好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我去把你压轴吧，可以，元气少女沈月，呜呼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跳一个舞，好，我来了。在干什么？你在干嘛？要像在求雨一样。你是要迎接什么？迎接我们美好的未来啊，兄弟姐妹们，走吧。在哪儿啊？这块是？是那个吧。等一下，这样，我们先排练啊，就是因为这个电梯很长，就是有一个节目叫《一百道光芒》，就是你在电梯的期间，你要排练一下自己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何。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长情。给我一个工作呢，我非常善于把它做成一辈子的事情。就是对于咱们节目，一会儿跟他们谈的时候，就我们这个节目有多好，怎么样？就是下这个楼梯的时候给他们画饼。啊、对，没错。他们现在不在，所以咱们可以说画饼。边画饼。边下电梯边画饼，好吧？仔仔打个样。我们一起吧。啊，弟弟打个样，可以。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非常下饭，能够让人给人带来快乐的，然后也有很多很废话的东西啦。当然废话，我们的废话就是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，但是我们绝对会让你们快乐，会让你们感知到我们的快乐，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快乐的大人。所以说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们的野居一家，谢谢。我们会自发的产出很多物料，然后在宣传上面做一个非常强的推动。然后我们还可以贡献很多快乐，还有很多笑点。我们是一个笑点非常密集、非常密集的节目，希望大家欢声笑语不断。上仔仔，孩子会穿过大雨，懂得人间的道理。如果你给我们投钱的话，然后我们你踩稳一点，你真是给你们很多很多的那个曝光，然后你的那个产品就会卖爆，你就会上市，然后你的这个股价就会飙升，然后你这个公司你就发财了，你这个人生你就完美了。所以呢，一定要给我们投钱，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你可真想花呀。我在这儿都看到这个饼了，巨大无比。OK， 来吧。我们这个节目的中心主旨呢，叫做一个快乐的大人。其实看起来似乎快乐和大人是不搭嘎的，但是他在走什么情感路线？很多时候我们在忙忙碌碌的时候却忘记了，其实快乐是我们最轻易也最容易办到的事情。那我们节目呢，就是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。我们虽然会有难过，虽然会有不开心，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快乐。我们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但是我们也会努力的做到最好，做一个快乐的大人。
欢迎你们来到小芒，也欢迎你，也欢迎啊，不是，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呀，那个这位是沈月 ，Hello， 这位是王敬轩，这位是吴宇恒，这位是周彦辰，大家都流行互相介绍是吗？是的。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吧，我是陈玉欣，然后这次代表小芒来跟大家谈一下合作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请坐吧，请坐吧。好，小沈来。啊，我挨这么近，你主讲的你坐吧。主讲我要看到他的表情。哎，那这是打了配合来的是吗？没有啦。坐吧，气势气势。随便坐吧，没关系。臭脸。我听到了，没有，要臭脸是吧？没有，不是，他是让他不要臭脸。对，我说不要臭脸，因为他是一个福娃。你在长沙玩的怎么样呢？这两天？昨天很开心，昨天玩的很满，就是什么都玩了，什么都玩了。是我昨天在这个朋友圈刷啊，就刷你们的那个路透嘛，啊，你们上了四条热搜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我们昨天上了四条热搜，说明我们这个节目未来可期呀、啊。未来可期。好吧，那说说你们的需求吧。我们的需求啊，先来一个亿吧。先来一个亿。你们是去旅行的还是去搬家的？你们这边有什么呀？我们这边给你们介绍一下吧。这个小芒呢，就是一个新潮国货平台，就是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反正应有尽有。你们想要的基本上都有，但就得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了，我看看怎么满足你们嘛。哎呀，弟弟你先说吧。黑了，这就开始了。假如说你们三个任意一个人黑，我就知道了哦，这件事情是觉得有道理，但是又很难办。又开始黑了。没有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待着嘛，然后现在太阳也好了，大家都想出来溜达溜达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应运而生这个节目。在我看来，就是跟不同的人去相同的地方没意思，要跟相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才有意思。我挺赞同的。那出去玩呢，势必就是离不开衣食住行。对吧？那衣食住行要什么呢？用什么呢？用什么呢？经费吗？哇，你真的好厉害！是，说到点子上了，弟弟。我们需要一些经费。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经费支持。经费支持。我们最近都是一直在坑嘉宾的钱，我们也挺不好意思。我们最不好意思的就是这一点。对，我们真的。每次这样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别哭了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然后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在芒果 TV 这个平台播，湖南卫视还是我的娘家呀！天哪，别哭了，行吗？别哭了，我每次回来我都觉得。我们这里是小芒，我们有的是东西，东西比较多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请你们去露营，然后所有的露营产品我们来提供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们这时候就黑了。谢谢，哎，谢谢你啊，沈凌哈，谢谢。这一块。那要不我们就下午三点。好，拜拜。怎么样？我不知道谈了什么，有一种这个感觉。我跟你讲，谈判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好像什么都没谈，但你好像什么都说了。我和吴宇恒听你说话好累啊，就感觉一直在绕圈子，但是你们两个人都在试探对方。对，你直接讲不行吗？我们也不能直说我们的诉求。对呀、啊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今天就我来安排吧。好。拜拜。好。哪天不是你安排？没有你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其实我很想去那个野生，长隆野生动物园。哎，想去动物，那不如今天咱们就看看长沙有没有动物园，去看一下。对，我既然说到了，咱们就去。今天咱们就主打一个什么，随心随性。行。那个我刚才查了一下，就是有一个地方感觉还不错。就是可以跟小动物互动，我觉得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跟小动物互动。动物园吗？它是一个洞趣王国，就是那种小动物的
然后我查了，你想看的话还有长脖鹿。我就来接长脖鹿。长颈鹿。哎，那叫我不要叫妹妹啊，叫妹妹啊，对啊，你直接哎，我们直接约妹妹去那儿是吧？可以，你问问她。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叫什么妹妹？你叫什么妹妹？妹妹，这样的，我们现在准备去那个洞穴王国，你也出发去那边吧，我们在那边集合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妹妹，你今天不能打扮得太好看哦，因为你已经很好看了。对对，人打扮太好看就跟你哥不像了。那如果我答应你们这个条件的话，那你们要为我付出点什么呢？我们问你，我跟你讲，妹妹，等见面你就知道我们对你有多好了。好，行啊，一会儿见吧。等一会儿把让沈月把那个地址发给你。嗯，好拜拜拜拜拜拜。你刚刚说等你见面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们对你有多好了。所以我们对他是有多好？我们都不用他花钱，我们今天请他吃饭，还不够好吗？还有露营。对，当然。露营，然后借着那个借花献佛。借花献佛的，完全没问题。咱们每个人，等一会儿咱们见到那个妹妹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跟她有。专属于自己的打招呼的方式吧，设计。我肯定是妹妹，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。这种，我不知道妹妹是她适应什么样的方式。妹妹什么都能适应。上去摇她。自从啊，可以可以，他们、啊、哥那个我，等会儿弟弟，哎、弟弟你跟那个妹妹你要怎么打招呼？你能别把她撂倒吗？过去一个大别子，给我们一个惊喜吧，弟弟。好的，嗯。哎，这是小狗，哎，这小狗背上小狗啊，好可爱啊！我的天哪，快来拍下来！哎，真的好可爱啊！天哪，太可爱了！风轻轻，我听着你声音，你拿着伞靠近。下车。我有电的，有电瓶车，走吧，我们坐个电瓶车，出发吧。这小风一吹，哎呦我天哪，真的！哇，弟弟好帅啊，这个角度。往前看，对，往前看，对，哇，我绝美，哇，绝了，好美，啊，好舒服，真的。我就想这么吹风。啊呜！喂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你的风，我用眼睛。你们怎么回事？哎！哇、啊哦，妹妹。啊妹妹，妹妹，你们那个刺儿，妹妹，受不了，他们两个。这个，每个人不同打招呼方式，到你了。凭什么？这是唯一的，哎。上去摇他。这是唯一的，哎，你走开。弟弟。哎哎。哎，你看他记得这个动作，一起，拜拜。你好，欢迎来到长沙洞穴王国。你好，你好。请出示一下门票。哎，啊，门票是吧？对，是吧？门票我们那个多少钱啊？我们这个门票？多少钱一张？大人的话是98。啊，太好了。像你们这样的小朋友也是98。我，请问我们有活动票吗？啊，这样的，最近的话，我们应该是今天啊，今天你们来的挺巧的啊，我们有一个小活动，对，就是我们在园内有5个任务，然后我们完成了任务的话，就可以免门票，来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可以，好。对，第一个，成功投喂孔雀园里的一只火鸡，并拍下合照。
模仿五个小动物并拍下合照，让动物呲牙笑并拍下合照，找园里的小宝贝儿并拍下合照。哪个动物会呲牙笑？猴子。那他呲牙的时候难道不是很凶的时候吗？啊，咱们就是解读，他就是开心。嗯。特别挑战，让大鹦鹉说话，成功拍下视频，直接免门票。就是如果他说话的话，前面这些都不需要做了，是吧？嗯。我们直接去找大鹦鹉吧。行。行。好，可以往这边去坐我们的那个代步车啊。坐车了。对，来来来。来吧。好。对。咱们先去，哎，小朋友们，咱们去找大鹦鹉还是找什么？我们往前开吧，看看前面有什么吧。走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哦，哎，鹦鹉，我。哎，这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走。这个是会说话的鹦鹉吗？你跟他说话。你好，您吃了吗？您吃了吗？您铅笔吃了吗？你要不 hello hello hi。 换句话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好，生日快乐。他不跟我们说话，该你上了。来，我跟他交流。来，那个，那个，你好，不是，你那个什么行不行？他叫什么？他叫小蓝是不是？小蓝，你好呀，小蓝啊，哎，好啊，对，你哎，你别光看，你过道说句话呀，咱们打个招呼什么的。你好啊，哥哥。他都把身体背过去了。哥哥，你说句话吧，行吗，哥哥？哥哥说句话。我好想知道鸟现在在想些什么呀。一直觉得我们很蠢。你说句话，这个就给你说。哎，拍完了。他刚说了。说了。他说啥了？他说滚。你自能过你自己那关就行。你好。他说话了，妹妹。他还说滚啊。滚。对啊。他也算说，其实是算的，因为他叫的就是说话了，对啊，是他的语言，对啊，对吗？走，我们直接去下一个。他刚才说了啊，不是，我们先完成其他任务，如果其他任务完成不了，我们就把刚刚那个方案提出来。可以，行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这个任务是跟小朋友、小宝贝儿合照，是不是就是小孩子啊？小宝贝，小找小宝贝合照算是比较好完成的任务。哎，这不就有吗？这不就有吗？啊，这上面还有一个小宝贝儿。那他要怎么样才能笑呢？他不会笑吧？他不会笑。妈妈，哎，好小的呀！绝了，太可爱了。那边有在溜达的，在地上。所以是哪个猴可以呲牙呀？就那个吧，那个感觉最舒服。你问他会不会呲牙？能呲牙吗？呲，呲，呲牙。没法让它呲呀。是这个会呲牙吗？还是有别的动物啊？别的动物，但是咱们路过这儿就来看一眼。哇，它吃树叶也太可爱了，好可爱！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快点帮我跟它拍张合影，这样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？拍张照片吗？可以，哎呦，可以，快！OK， 你好啊，妹妹看镜头，宝贝看这儿，宝贝小宝贝，宝贝看这儿，宝贝看这儿，他全看那个，他跑了，宝贝，宝贝看这儿看这儿，哎，三二一，哎，谢谢宝贝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看看，让我完成一张，
看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哎，喜欢哈。好好看呀、啊！谢谢乖宝宝。这儿有一只。哪个？我看看。可以来。仔仔，仔仔，你跟他呲牙试试，你跟他呲牙。嘿嘿，嘿嘿嘿。撕他不想理你，得让他呲牙笑。这感觉让动物呲牙笑，人类不也是动物吗？只要你能过你自己那关。对不起。有什么动物的牙是露在外面的？哦，哎，羊驼。哦，羊驼可以。羊驼是牙露出来的。对了，羊驼可以。等一下，我们去找羊驼。羊驼会露出来，它还会吐口水。出发。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不就是这儿吗？哪儿就在这儿。这不就是这儿吗？买个头位。买头位。买。哎，快快快！多少钱啊？这个10块钱，10块钱，10块钱是吧？你可以多给我们点吗？可以。谢谢你。哎，快快快，买，咱买这个。对。为了它就会露出来。我们要几份？一份就可以了。一份，别人要两个可以送你。啊。行，可以。你多给我们点。对。谢谢你。然后单独给妹妹一份，嗯，让妹妹吃，不是喂，嗯，哎，这是你的中午饭，嗯嗯，哇，谢谢，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当然了，哎，张嘴哥，你好，来哥，他不吃。怎么回事，阿姨？我们想退一下。一定是羊驼的问题。他吃饱了吧？哎。这个羊驼，它是剪头发了吗？羊驼一般不是会有刘海吗？多逗的他，在你后面呢。吃吧，哥，给我点面子，行不行？求求了，求了，吃吧。吃了也没法笑啊。他只要露牙，为什么不吃呀？他吃饱了。等一下，终有一个羊驼会饿。吃，哎，吃。这个黑的吃，你等一会儿。你好，吃一口吧，快求求，快，快快。呲牙呲牙，不是让你呲啊！对不起，他呲了吗？他呲了，你拍到牙了吧？没有，拍个近景。笑，笑。看见牙了。哎，别浪费。这算吗？算。来佛头。算。哇，太好了，走。剩下都给你吧。哎，都给你了。你替我们完成了任务。好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小心他吐你啊。先下楼走吧。我们现在去哪呀？妹妹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们去吃饭吧，直接，怎么样？走，太平公餐厅，到了，走吧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几位啊？五位。本场适合1.45米以下儿童游玩。看我干什么呀？你好，我们点餐，我想一份那个卤肉饭米饭套餐。我也要这个，两份卤肉饭。我要那个小炒黄牛肉。啊，两份。那辣子鸡。210块钱。妹妹，你知道吗？所有嘉宾来我们这儿都是请我们吃饭，但唯独你来，我们请你吃。那我要努力帮你们做任务了，是不是？对。
行，我们回去找那只鹦鹉。啊，不是，那鹦鹉我放弃它了。妹妹，我跟你讲，等节目播出以后，你就会知道，真的你是所有嘉宾里唯一空手来，并且没有让你花钱的。唯一空手来，并且没有让你花钱的。我会，我知道了。对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我多吃点。嗯、我再多吃点什么？理解能力太好了。真的，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就是我真的很担心，就是节目播出了之后，然后其他嘉宾会对你产生怨恨，烦 CK 啊。是这么念的吗？烦 CK， 烦 CK。那不，那说不定，那他就喜欢呢，他就愿意呢，就难道我们野猪一家不值得吗？我终于知道，我正知道当有一个王俊轩这样说话的时候，对面是有多难接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我觉得得给他们心里找一个那个平衡，就是我们在来之前就看到街边有卖那个钵仔糕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买钵仔糕，但是呢，就是还是得跟你玩一个比赛，就是你知道那种比赛吗？就是把这个然后扔，然后立住的那个比赛。你挑战我们几个，如果你先把它立住了，就我们给你买；如果你要是我们要是其中一个人立住了，就你给我们买，可以吗？来，仔仔上。妹妹，我劝你啊，就是你别扔这么老高，你怎么扔？别扔那么高，扔一下。这俩人太高了。哎，差一点。差一点。这游戏不是这么玩的。哎你要试了、啊、你来试一下吧。你试试。你试试。你试试。对不起。哇，你真的可以。行吧，那就是妹妹输了，我输了啊！一会儿请我们吃钵仔糕吧。啊，我等一会儿，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那个任务完成哪项了啊？那就只有模仿五个小动物跟火鸡。模仿五个小动物，咱们什么时候都可以。现在吧，就现在吧，就在这儿。可以来。我是羊驼。你咋模仿羊驼？就这样，伸着脖子。是吗？有点像。哎，然后我们喂你草，然后你不吃。我不吃。你模仿一个猴，这样喂它那个，是吧？等一下，我模仿什么？你是羊驼。你是？我是。模仿那个袋鼠吧。袋鼠、那个。害怕那个，害怕就那个。很像。弟弟模仿。长颈鹿吧。牛吧，不知道有没有牛。牛是吧？行，那我模仿孔雀吧。我们下一站去孔雀园。怎么模仿？去吧，来。三、二、一。好 ，OK。OK。这个完成了。现在剩最后一个。现在就是我们如果能喂到孔雀园里的火鸡，如果能喂到这个火鸡，我们就算成功；如果没喂到的话，我们这个也其实也成功了，他也说话了，他骂我们滚。哎，这个小马好可爱。哦，这个好。这个小马好可爱。哇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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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小马。我想去摸那个哪个？那个和塔。
水豚，水豚，水獭，对不起。哎，这儿，火鸡，哪了火鸡？那儿火鸡。啊，哦，孔雀，孔雀，哇。哇、哦，我好爱孔雀。哇，白孔雀。哇，这个白孔雀，哇、哦、哇，白孔雀好好看哦。喂，火鸡啊，哥。白孔雀啊。火鸡，喂火鸡。不是喂孔雀，是喂火鸡。我想问一下，孔雀不行吗？我不想当着孔雀的面跟你吵架去。那哎，我们可以当着这个竹笋的面吵架吗？可以啊。好啊。听好了，我跟他要吵架了。我们俩吵架，你听好了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喽喽喽喽喽。他刚吃了个胡萝卜啊，你要吗？你要吗？你好好看。喂火鸡啊！啊，喂火鸡，喂火鸡，火鸡，火鸡。给你。那还有，哎，来来，快拍，快拍，快拍。你好啊，这个要吗？你好啊，这个要吗？拍到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拍到了，拍到了，谢谢你。那我们的任务就是完成了，完成了，耶！我们开心的去玩耍吧。你看他的表情。看我，三二一。我在高呢，弟啊，妹妹啊，在哪儿呢？其实想跟长颈鹿合影的，可是他不过来。好好看，嗯。你拍什么？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得去露营的地方了。哇，这样好好看啊！哇，快点，阳光，阳光，脸上。天哪，绝了，绝了，绝了！哇啊啊！到了吗？啊，是这儿，是这儿。本节目由加多宝赞助播出。下车，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。嘿，等一下，你们闻到了吗？闻到了，就是那种柴火的焚香味。哎，哇，这条小路好好看呀！穿过森林，逃离日常。哇，这像一幅画哎，它这个框。哎，一二三，回头，回头。你们好像一个乐队哦。你说晚上会有萤火虫吗？萤火虫应该不是这个季节的哈。长沙怎么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？我真的不知道，还有这种地方。狗子，修狗，先拍一个那个四个人往前走的那种。可以啊，太棒了！实力不行，靠运气；运气不行，靠什么？我看运气不行，靠什么？靠命吧。靠寿命。哎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
3 2 Hello Hello 来自我们小忙的，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都有。太精致了，这个红色的帐篷是给谁的呢？你的吧，肯定不是我妹妹啊，我妹妹最喜欢黑色了。对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精致的露营吧。好、谢谢你，玩得开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真不错呀，真不错呀。哇哇哇哇，这儿有肉串、哇哇，这个湖很好看耶，这个湖哇。这个湖好好看，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谁会烤串啊？我可以烤，我可以烤，我也可以烤。妹妹，你会烤串？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你不会，但是你会捣乱。我可以帮忙。行，帮忙。仔仔，你烤吧，你不是嘚瑟吗？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烤了，我要休息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快烤吧，因为等一会儿之后这个肉，太阳一晒又变臭了。现在烤是不是？那你得生火呀，你会生火吗？生火。说实话，我们去研究研究。走吧，需要研究一下，看看都有啥吧。哇哦，烤鱼，有火锅，有那个辣子鸡，你看咱最喜欢的辣子鸡。辣子鸡，那个是啥呀？还有玉米。南瓜。哎，这儿可以玩飞盘。对对对。小狗。小狗。哎，我真没玩过飞盘。哎，你扔给我。哇哇哇，五伤，快送我去医院，时间再晚一点我就好了。你脸没事，没事这个很软，这个很软，但我说实话，我刚才真的有预感。哎，有预感你会被那个打到。 对我本来想说你们小心一点，真的。让开哥，不是，哎，你不能人在哪儿往哪儿玩，等一会儿。哎，王玉轩，这个好适合你。我等会儿就用这个给你们泡茶。我们可以直接烤一个鱼吧。烤一个鱼，可以。我先把火生了哈。行。因为生火得需要一段时间。哇哦！好看啊。哎，狗子。修狗、啊、不是，你也别过来。修狗，哇，你能听懂人话吗？啊，狗子，修狗，哎，哎 no 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这哎不行不行不行，小狗，哎，那只小狗好可爱。我小时候养过一只狗，然后后来那就把它叫过来，走丢了，就跟它一模一样。你叫它小时候的名字呢？对啊，小白，小白，真是毫无悬念的一个名字。毫无悬念的名字。哦，真的好像。修狗，哎呀，我的小白，小白，小白。小白，小白，今天有什么游戏啊？咱们玩那个抢衣服的那个游戏。可以啊。抢衣服的游戏，来吧。就是我们这个游戏是，我们要围着这个转圈，放音乐，音乐一停，我们就要赶紧穿衣服。第一个穿上衣服的，走到前面去，然后喊拍照，拍照。帮我们放个音乐吧。赢了的人就去休息，输的会怎么样？
从那跳下去。没有，最后输的人就是服侍大家。行，哪个是前面，哪个是定点？这个吧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踩在滑板上是吗？不是，哎，踩在滑板上吧，别，会摔倒的。那我们衣服得离我们有点距离吧？不，我们就是这样，然后就抢。那你跟直接揍他有啥区别啊？你别，你少瞧不起他，他也不会难过。你不要小瞧我。不是，玩完一局之后，剩下的人再继续玩吗？撤一对，重新来是吧？撤一件衣服，对，然后直到最后两个人。OK， 好吧，来吧，放歌吧。我不要挨着弟弟，我不要挨着弟弟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。来吧，走吧，走。可以可以，要有一点动作，也不能。哎，那眼睛不要一直盯着，好吧？噔噔噔，哎呦，好晕啊！太晕了，太晕了。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最期待。没事儿，我们等着吧，等着吧。哎，怎么还在路上穿啊你？人家弟弟，弟弟被我撞倒。你不要拿，一边走一边穿。这样吧，我们加大难度吧。我们加难度，我们那个穿上之后，至少扣两个扣。弟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你去吧。赢了他干嘛呀？赢了就是随便玩了。赢了他干活呗。嗨呀，怎么说这些？说这些。收起一件衣服吧。好了，收起一件衣服。扣两个扣是吧？要扣两个扣啊。哎呀，大家不要好胜心那么重。咱们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好不好？我们一家人，我们一家人不要搞，不要给我留两句，给我留句，给我留句，给我留句。黄敬轩，哎哎，你扣了吗？我都说了，你要不直接就揍沈月吧？你干嘛非得玩这个游戏呢？你刚才差点就全都入。啊！今天天气真好呀！快走！哎呀！快走！快！你看吧，要不你俩就直接点。你不带边走边扣的，拍照。想闹就是，作为这个家里面年纪最大的两个人。果然还是哎，你说对他这么好有狗啊？没事，我们虎毒不食子。最后的争夺了，都不知道谁会赢呢。好有悬念啊！哇，你先要不你揍我吧？来吧，好来。等一下何必呢？你为什么要玩呢？陈月说：“我有颗不服输的心，和不怕被揍的。”哎呦我天！哎，快快，随便，快随便。我先拍个照。
你看那两个，你俩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别打了，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，别打了。When the sun turns red in the sky, I think of you on that shoreline, brushing the hair from your eyes. You 把这个衣服先放你那儿，晚上你那个什么吧，盖盖腿啥的。谢谢啊。嗯。你尝一串有没有熟？玉米生吃也行。哇，嗯，是吧？行吗？你先尝一串。嗯，玉米好了。这么快就好了？哇，你们还把它穿成这么小一串？但是是好吃的。甜玉米，嗯。玉米好了，有多好？非常好。哦，哎，这么烤挺好吃的。哦，熟了，嗯，好嫩，这好好吃啊。哎，要落了，我们拍个照吧。好呀。哎，好好看啊。嗯。来吧，来来来，快。劈叉，啊，这还有，哎，那我们来玩寂静的呐喊吧。来吧，来吧。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分完组之后，假如说你们俩一组，我们俩一组，你们就开始给我们写词，我们两个戴上耳机，然后我看了这个词之后，我要给他就是看口型，然后可以有声音，但是两个人离得很远，要猜这个词，猜这个字。要不要打个样啊？打个样，给妹妹打个样。你先放音乐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哒啦。你等会儿啊，我再调大一点声。我这边调了，我这边调了。你们俩坐在那个椅子上。坐着坐着是吧？说五个字。晚上吃烤鱼。晚上吃烤鱼。你听得到吗？哎，等一会儿，咱们不能发出声音了，我觉得。要不这样吧，就是不许说这个话，比如说苹果，就是一种水果，圆的。可以可以，来分组吧，来吧，就这么玩的。好好好，来，手心手背。我们两个又是我和妹妹。来来来，我们两个来，咱们一定要写那个什么，给他写一个兰亭序。哇，你这声音真的好大。对，一下就听到。咱们给他写一个滕王阁序。好，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给你们写什么了。好，我也写完了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啦啦。我就一直给你放这个，好吧？来，实现小小魔法的。不许比划，不许比划，只能用嘴说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而且不许说，不
不许比划，只能用嘴说，而且不许说出那三个字。好。啊，不是三个字。你说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快点儿。属于一种乐器。乐器，哎，乐器，两个字，对，两个字，怨气。这，哒啦滴哒啦，曲艺，怨气为什么要哒啦滴哒啦呀、啊？没有，那是我自己家，别管我了。什么？你这让我怎么猜？王敬轩，王敬轩，啊，还叫你呢，王敬轩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当了个当，什么？多说点。当了个当，秧歌。当了个当，当。当了个当，当。那你们认识两个字？一种曲艺表现的形式。你说的太多了，一个一个来。通常有两个手拿着，相互配合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。有节奏，架子鼓。没听清，你看他那气。竹板，对，快板，对，快板，快板，我们没计时，下次计个时吧。三分钟以内看。你知道我怎么比划？你告诉我。我听他说怨气，怨气。你要这样，本来就这么玩。我是王敬轩。这啊，你说化解了是吧？对呀，乐器德云社，懂吗？好啊，你写词吧。李白，李白有一首诗的第二句，李白有一首诗的第二句，袋鼠。什么东西？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。你说的太多了。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。逛街。逛街。妹妹回北京逛街。太下饭了，快。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。举头望明月的上一句。举头望明月的上一句。说那个月光照在地，你照在什么什么光？什么月光洒下来就像什么啥？什么月光洒下来就像什么？李白，李白，李白。李白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写了一首诗，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。疑是地上霜。啊，哎呀，妹妹你怎么想回北京逛街？你们有计时吗？还是只要猜出来就可以了？三分钟。嗯。很牛的，你知道李白，我不敢相信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敢相信。你跟妹妹一组吧。
好啊，好，你来给我比划啊，我来。好啊，喂，我们来规定一下词，就是在哪个范围内，例如说吃的或什么什么这些。吃，行，哦，戴耳机吧。吃的。这一轮就说吃的吧。行，好。好。咬不小心的那个桃子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杨桃。杨桃。嗯。现在7:04，计时开始。我竟没有想到你如此歹毒。他选的。你竟如此歹毒。第一个字。羊，羊，啊，忘了，对，第一个字，咩，羊肉串儿，第一个字，咩，羊，它是一种水果，孙悟空。喜欢吃什么？孙悟空。我不敢相信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孙悟空。对。喜欢吃什么？桃。对。妹。杨桃。哒啦滴哒啦，我想实现小小愿望，用神奇魔法，每个小船都想要有到它。你想猜？我猜吧。他现在说杨桃，你说多恶毒了！我这辈子都没吃过俩杨桃。当我说出来的时候，我都怀疑我自己。那就别怪我了。哎，可以。啊！三个字。水果。哎，有很多籽的那个，很小，红色的，圆圆的，不能比划，别比划了。你一个字一个字能说。不能比划，不能比划。有很多籽，要吃的要吃的，要兔子、西瓜，不是，三个字，很接近了，哈密瓜，哦，不是哈密瓜，有籽，有鸡翅，有啊，吃完，要兔子，需要兔子瓜籽儿，你。你说的太长了，水里的，三个字，黑的，三个字，什么？生气了，三个字，水果，水果，三个字，水果，有壳，有鸡翅，有鸡翅，这有鸡翅，给他，给我来。鸡翅，是啊，拿着说。啥呀？别生气，行不行？没人吃的那种水果，别生气，别怎么样。你把自己卡住也是没谁的。三个字。三个字，水果分水果分很多个籽，很多的刺，很多刺，对，里边有榴莲，红色的里面猕猴桃，什么？猕猴桃，红色的，有很多籽，很小，红色的，
别急眼，啊、别急眼，别生气。对，就是它的果实里边就是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哎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红心的，红心的，火龙果，火龙果。哎，他这么说也没错，是不是？不对，不是。不是，红心的草莓，大草莓。啥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他说。火龙果不是。啊，不是大草莓。火龙果不是。是不是不是。火龙果不是。不是火龙果。不是火龙果。要不你们赢了算了，我算你们赢，别猜了，行吗？饿了，还有很多个刺啊，有很多刺嘛，很多刺。别骂人，别骂人。美美的，啊，美美的。别骂人，不要扒皮。哎，王哥，啊，沈月给我。没有没有，他没骂人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没有攻击你，他是 OK 的，不要骂人啊。没有。水果，我知道是水果，你知道是水果，你知道是，这里面有籽。我吃过。你说谎什么？我刚吃过，我刚吃过什么？橘子，丑橘。我认输什么？苹果、香蕉。不行不行，不让我认输。圆，哈密瓜，西瓜吗？就是里面有很多籽，它不是西瓜，里面全是籽。不是西瓜，全是籽。像是一个水果，它不是西瓜。哎。时间到了没有？我想放弃了。放弃吧，放弃吧。时间到了是吗？啊，对，是。放。什么呀？你怎么骂人呢？我没吃。没有。番石榴都是籽，只能吃籽，它里边都是种红色的。你没吃过番石榴啊？番石榴不是红色的吗？里面。有黄的。有绿的。我也只吃过红的。哇，这游戏太好玩了。哇，这游戏太好玩了。快点跟仔仔玩一会儿吧，仔仔累死了。哎，这个好像好了，你们试一下。哪个？牛肉。牛肉烤好了。我尝尝。有点柴。烤干了。对，牛肉干了看。嗯。看。嗯。北极星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。你要相信，天上的那一颗星，真可能。那个不是飞机吗？不是飞机，那是星星。那是星星，它都不动的。它没在动，是你的心在动。嗯。三个字，很辣，臭臭的。螺丝粉，嗯，哇，仔你好厉害啊！对，哈哈需要我们围着你转圈吗？好呀，那我们就围着转吧，转圈吧。哎，爱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啦哒。哎，有点快，有点快，有点快。出来玩吧，记得防晒，太阳好大。放一个假，距离多远都能到达。嘿嘿，出来玩吧，吃顿好的，别管拉不拉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立刻出发，一住一家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哦，好看。
这件不是你的经典皮肤吗？这个是我的战袍。对，哎，好看吗？感觉像是要妖化了一样。妖羊吗？不是。妖羊，妖羊。这么多人啊！哎呀 ，Hello， 你好来更好了。咱们今天要不去按摩吧？按摩可以啊。要是这样，可能直接睡觉就好了。那直接睡吧。嗯，兄弟，我先摁摁你的肾。哦，这是痛啊！我先摁摁他的心脏。你哎。你真有点公方自开，你好像要怼进去了。赖伟明他就要报复我，别打了你俩，别打了。零一年的没有挨过社会的毒打吧？九六年的没挨够吧？等一下，你们俩真的别玩了，这不用那么冲动，我想给他拍完。我的妈，出血了，出血点了。是我这几天游戏做的最开心的。你把我点燃了，赖伟明，我记住你名字。我在上面写一个赖伟明的三个字。新闻媒体新浪新闻，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谈新社，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新闻客户端 Zucker， 感谢特别合作讯飞输入法、智联招聘、YY 直播、探探、智行播、探探、智行。希望明天还可以再见。